哎、欸，好啦，那我们就稍微等一下吧，读取中啦，等我一下啊。所以你的被骇客攻击了？不知道啊，这么神奇。那个主机吧，主机那个 DNS 可能没有打，没有开啊。可是昨天就有啊，不是吗？我不知道，对啊，昨天有呢，为什么今天就没？嘿嘿嘿嘿，巴拉巴巴，我叫你爸爸。真的假的？你叫啊，爸爸，给我20000块。哎、欸，不要乱叫好不好？我需要你的钱。那在座两位年纪比我大，弟弟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给爸爸。在座两位年纪比我大，你不能乱叫。我18岁而已呢，我是自称七年级生，好吗？自称啊，自称。我开始看，你看那个一周刊上面写自称七年级生，对不对？可是说我可能是八年级啊，对不对？自创七年级，什么自创八年级，自创九年级？有怎么不邀黑咖啡？黑咖啡没有啊，黑咖啡有就邀他了。我被打了，我被打了，我应该被挡弓攻击了啦，我猜、欸。我真的没看到你上线，老皮，我看你在睡觉呢。真的假的？我现在还在读取啊。哦哦，瞬间死亡了。您死了。好刺眼的三个字。家家文，要去取得毒品了啦！我莫名其妙。啊，来啊，来去取得毒品啊！我还在做什么新手任务，就被干掉了。哦，一起去取得毒品啊，什么关系？哎、欸，你上线了，啊、我传个讯息给你就上线了。对啊，你看看啊，一米中必有一嘛。哎、欸，又离开了。对，又离开了。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看到你离开了。OP Channel 吗？那你再寄一封看看啊，看我会不会再出现这样。我刚寄个 JJ 给你，寄干嘛寄 JJ 给我？你要寄裸照给我是不是？来啊，你 JJ， 你敢寄我敢收啊。的露点照。有人说 PSN 不是被害了吗？真的假的？有被害的，又寄一次就没有了。为什么你又倒下去了？因为累啊，我今天累啊。哪天不累？我每天都很累，每天都不晓得在做什么，做太累了。哎呀，都在看 SO，很辛苦哎、欸。叫你少看一点就不听，把屎把尿，把屎把尿，因为你都这么重口味哦、喔。我说把屎把尿，就是说我这很辛苦，工作很辛苦。我怀疑你把屎把尿看得这么重哎、欸。至纯净，有人名叫至纯净。我已经二度死亡了啦，这个真的是新手任务吗？新手任务啦，是啊，我有问题了啦，我有障碍啊！不要菜渣啊！靠腰嘞！不要看好了，被车撞，菜渣是不是？没有人，菜，我邀他进来好了。剩一个。取得一个毒品而已，这么辛苦。啊！干掉了！真他妈！他好像不在吧？我刚才打电话给他，他好像不在。好啦，各位观众稍微等一下啦，就是这么的累个啊，不是我的问题，这个是这游戏的问题。我们两个都看不到你上去，我跟秋风都看得到我们彼此上。好啦，我在弄刺嘛，奇怪，爬不过去。奇怪，又黑画面，心情不好啦。曲一定会黑黑的啦，正常啦。心情不好啦。你到底去哪里了？心情不好。越读越黑，越描越黑。越读。等一下哈，我们这个哦，快好啦。有人说要约阿神，阿神没有在玩这游戏了吧？你有看过阿神在玩 GTA 吗？你有看过阿神拿那个棒子敲爆那些敌人的头吗？是只有我们这些误入歧途的小绵羊才会做这种事情，好吧？误入歧途的小绵羊，我们是很蠢的、啊。对，打爆个敌人说：“哇，好可怜哦，为什么我把他打爆啊？我怎么那么凶？”可是现在就觉得说：“哎，不错哦，多敲两下，多补两脚啊，那死感觉不是。”不够痛快这样子，因为被污染。等下撞他，对不对？撞死他，他妈！撞死他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怕他，给他撞啊，怕什么？这样子。
真是的，对啊。当年的我是清纯的小白兔，今年的我就变成这个变态大野狼。当年的我都是，你不是一直都是吗？什么？我刚出道的时候我很清纯，好不好？哦，是因为认识了秋风之后，我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欸、他身上写个皮哦，不是啊。我自从认识老皮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我刚刚以为他身上写个皮字，你知不知道？吓死我！哦，补两枪给你。爆头，爽哎、欸！我要取得毒品啊！哎、欸，毒品哎、欸，不是要取得毒品？毒品啊！其实我们可以打网球啊，阿丘吧，阿丘吧，打架、欸、奇怪打网球啊？没有啊，网球没有对二吧？网球没有对二吧？旁边会有人看的，会有人看吗？就变成说你在旅馆的汽车旅馆的时候，旁边有人看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对对对，原来你喜欢偷窥系的。我不喜欢偷窥系的、啊，这种东西我很讨厌啊。哎、欸，老皮，我的毒品拿不到怎么办？毒品拿不到？对啊，那就 GG 啊。哦，我还被撞死了。原来秋风有大麻烦。对啊，拿不到哎、欸，哈麻都不让我哈一下。有人说。刚才我刚才有联络到那个啦，阿谦啊，阿谦说他 PS3 在巧克力那边呐、啊，所以他没办法加进来，所以我现在找巧克力嘛，一个拉一个。哦，取得毒品了，莫名其妙取得到了。我可以加入你的战局吗、欸？没有，我不行，还是没取到。奇怪，毒品到底藏在哪里？为什么你活得那么辛苦？有啊，我看到秋风啊，可是我没看到 QK 啊，要上线呢。我看到会看到秋风啊。然后秋风的角色长得真的很畸形。我现在取不到毒品啊，我很难过啊。人都已经死了，都被我鞭尸，你知不知道？鸡鸡都被我打烂了。那你再打多打几下嘛。我已经打到已经被车碾过，他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。不用怕、啊，打已经找不到尸体了、欸。找不到 QK Sniper 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们挡住我了。你不是一直把我好友删掉了？哪有啊！我看你明明就没在线上，黑心的啦，还在睡觉，还戴个帽子，黑心的啦。奇怪，人不见了、欸，人呢、欸？没有啊，我每次没看到你好友啊。哦，我找到毒品了，竟然飞到这么远的地方哦。我才没看到你的吧？真的是，黑心的啦！你把我好友删掉了啦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要不然怎么会没有东西？谁敢删老皮好友啊 ？OK 啊，你都要靠老皮吃饭的呢。最好是啊，哈哈。QK 干嘛删我好友哦？不爽。那我删你好友。老皮邀小 N QK Sniper 回复。小 N 有玩这种东西吗？你当然没有玩啊。只有那个不晓得脑袋装什么东西的才会玩这个吧。就像我们一样。就像我们一样啊。不务正业有没有？整天打家劫色。打家劫色。爆标，取得毒品了。哈马、哦，来哦。Hey G, come out here, man. My folks here. What's up, dog? How you doing? 再来个十分吧。哎，这个人长得肥肥的。Damn you, anti-social motherfucker. 我要怎么换字啊？然后那个打那个、啊。要怎么选那个字？哎呦呦呦，看到看到了！这个 QK 跟上电玩快打节目的 QK 是同一个吗？同一个，就是那个 QK。哇，上电视好有名、啊！上电视好棒哦！啊，的好棒棒 ！QK 上电视好有名呢、啊，没错，就是同一个、哦。有了有了，我传给你了啊！所以说有人。有一个什么骇客组织啊，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前有了，我收到了啊，所以说现在 PSN 是坏掉的状态啦。收到，老皮，我收到你的。有吗？你收到我讯息吗？有。那什么讯息？就是有吃大便。哎、欸，等等，这样你还特别打中文哦，太有心了吧？教我吗？完成了。可是我觉得，就算没有骇客攻击，昨天也没有很稳定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三级了。升级了吗？我升到三级了，我应该就做完新手任务了吧？做完了吗？可是我还是没看到 QKA 的好友啊。反正你就先邀秋风嘛，然后我再进秋风的场子就好了。也是哈、哦。对啊。没问题啊，你邀我，我会看得到吗？应该会。
好了，那我先开个房间啊，仅限邀请战局。哎呦，我是混混咯，我等级上升，我是混混咯，我可以在大城市里面走了。可以了吗？可以连线了吗？可以啊，应该可以吧？我不会连线啊，怎么连线？好啊。什么商店可以使用？图标上会有理发店、服饰店、刺青店、面具店，表示我可以用喽。去服饰店，他叫我先去服饰店。你要先买套行头啊。不然你这个穿那么丑，这没有资格加入我们俱乐部。我穿白衬衫欸，拜托。你看看我的豪宅，你觉得你有资格走进来吗？你没有穿个西装，我就不让你进门，好吧？那好好好，我去买个西装。黑社会就是要穿西装嘛。豪皮啊，好不好？我土豪皮之家还想来吗？不是不是，为什么要穿西装？黑社会就是要穿个黑西装，是不是？黑社会穿黑西装，莫名其妙，是不是？哇，就飒爽啊！因为 我喜欢看那个女生穿那个西装裙啊，就穿迷你裙吗？西装迷你裙，然后还有点开叉这样子。哦，我开叉兴趣哦，好不好？越开越好。好了，我进来服饰店了。你说什么？要一套西装哦？这一套服饰店不像有西装啊。没开视讯是因为我穿绿色的衣服，这样你们我开视讯，那一个头在这样，对对，直接看那颗头，那很恐怖啊！边弄边唱说我在天上飞，幽灵飞头，吓死人！你好了没？就任务解完了没？我正在有精英系列，看一下精英系列。好啦，我们先去晃晃好了。是呀，环保。Thank you, sir.我现在只有4000多块，这个怎么都这么贵啊？正常吧。我好穷困哦，我现在只能买奇装系列了。好了，就买不起。你刚刚是怎么看到我？你那个画面那个 PS3 重开吗，老皮？没有啊，我没重开啊。好啦，我应那个老皮要求，我穿了一套红西装过去喽。好，没问题。红西装，没问题。红色的哦，老皮，怎么一出来就被打死了？你在我的场子，我一出来就被人家秒杀了，那个老皮，那你可以加秋风那个场子啊，因为他跟我同场。我还在买西装，才刚走出来就死了。啊、我看到有人死了，我看到那个秋风普利啊。你们虐待新手哦。我要来找，我看你在哪里。你在主城呢？我上天堂嘞。Welcome my body。Welcome。You see。好了，我已经换好衣服了。See you later。所以我要叫你们场是不是？可是你们那边会不是很多路人吗？很多路人。现在还好。好。我太显眼了，你们不知道穿红衣服的不能杀吗？死掉会有那个我不能加他的场子欸，不能加谁的？秋风的场子啊。但是秋风现在在我的场子里面欸。我进不去。哦，对啊 ，IP 通道哦。他说他的教学模式，第一次死掉要讲多久？应该不用很久吧？那个一下子而已啦。应该不用很久。有人说超帅土豪比，超屌混混武秋风。我穿得很帅，一定是有人嫉妒我这么帅气，就把我干掉。我也很帅啊，开玩笑，只有你帅啊！我觉得我根本就屌炸天啊，帅上天啊，屌顶天！最喜欢啊，最好是全身那个就只穿一个蕾丝边内裤，这样根本就是帅过头啦，帅上加帅是不是？对啊，那配上一个那个地中海秃头的那个造型，那多帅啊！好了，我回来了。有人说超 gay， 你才 gay 啊？什么超 gay？ 没有啊？有吗？你看到我吗？我加你们场了吗？你有吗？你可以加我了吗？有人打电话给我，拉玛打电话给我。Hey, it's your boy LD. If you need to get some cheese real quick, fuck with me. We got licks all over town just waiting to get here. 为什么又在洗澡？我真的很爱洗澡。请问我的名字是叫静香吗？就我根本就静香啊。静香一那个吗？小哆啦 A 梦的静香吗？对啊，哆啦 A 梦的静香，我每次都在洗澡啊。有强迫症哦，可以快速接受邀请。可以啊。没有，我没看到 QK 啊。你有钱吗？而且我已经快破产了，我现在只剩3万块了。你不是土豪皮，怎么会只剩3万块？
没办法啊，因为都有啊，我看到秋风在那边走啊，他在那个路。